白搭，你敢明月姐，伫外口白搭咧卖甜点啊？无够有遮尔济盒吧？是啊，明月哦，伊伫网络上接单的数量有限，啊想讲，阮出去白搭，会当顺续推广伊的手工甜点啊。阿姨。 你老实甲我讲，是毋是阮爸互恁的生活费不够？毋是，是我无想要搁甲恁爸爸提钱啦。其实吼，伊饲阮一家伙仔三个人遐尔侪年，够啊。啊，搁再讲，明月等少年，阿姨我也袂老啊，啊，阮会当靠阮家己拍拼，饲阮家己啊。 阿姨，你是阮爸的太太，你是你是应该啊。搁再讲你的身体还袂完全好，伊就断你的经济来源，这是比你行出来。这，阿姨唔肯讲，你甲我讲，爸是毋是断你的经济来源？陈浩，这应该是你会比我更加了解你妈妈。好，我即马就等你出去。 我先走，麦克，来啦，太兄，吃错药饼啊！阿姨，我即马要哪会吃落来？啊，你去找恁妈妈，除了冤家，阁会当改变啥？阁再讲哦，我爱提油价的钱是我家己的决定，甲任何人拢无关系啊！你卡煞明明就真疼明月姐，你惊伊寒，惊伊枵。 惊伊心脏无好，你即摆哪会忍心看伊去拜路边搭？明月若是要玩，就去问伊妈妈。爸，敢讲你真正要甲伊逼到走头无路，你才会甘愿？恁阿姨若是肯来救我，我自然会回路行。 你啊，搞听我清楚，唔准你去跟伊斗相共。所以讲来讲去，你就是爱阿姨来跟你热闹。你这个红色实在是真的有够悲哀的。陈浩，你讲啥？你再跟我讲一解，讲唔着讲啊！我讲你这人的红色真的有够悲哀，阿姨明明都无爱。 你咧家拖咧，唔肯家己离婚。这话是谁甲你讲的？是如萍心吗？唔是，是人拢看会出来。如萍阿姨根本就无爱你，你利用替伊结婚甲拜文成，家拖咧，唔肯家己离婚，害无好日子通过。三太。